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1SE Rise。团对我来说，现在会像一个归属。硬汉猛男团，我们就是最有力量的。Rise 是从舞台出道的男团，不断突破边界，不会太被定义，还有更多无限的可能性。最简单的就是势力。当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变成一朵火。患难与共的兄弟，坚持不懈，执着。我们团是一个限定团，来这儿我觉得更多的是希望说唱我们自己心中的一些想法，想尝试的一些音乐，然后唱给到更多人听到。天猫警长的原型在动漫里面，它不就是维持正义吗？音乐就是我们伸张正义的武器。天猫警长除了它的整个动画片啊，包括它音乐的一些气质以外，其实就是我们想展示我们最童年的那个样子吧。黑猫警长把这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这个音乐放到 intro， 幕布跨打下来，然后是一段很炸裂的舞蹈开场。对，就一开始我们这首歌出来，大家就知道，这是黑猫警长，就很震惊。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歌词表达出的就是传递正能量，正能量，正能量，就还是要体现我们这种共通的这种在自己岗位上坚持自己该做的事情这种状态。我觉得歌词可以围绕着职责和坚持，职责、坚持和正义。我螳螂把自己的工作忙了。哎，对，最后也挺感人的。有一个警员牺牲了，死了一只黄猫，好像是。我们也希望能把以前的一些文化也好，一些回忆也好，继续做下去，只是可能用新的一个诠释的一个方式。黑豹，黑豹，黑豹 ，Rise，Run。